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缺啊。之前官方已经发布了一个先知的新年皮肤，而且大家应该也拿到手了。就在刚刚，官方再次发布了第二款新年皮肤，而入选者就是黄衣之主。那么一起来看一下吧。怎么样，是不是非常的喜庆？不过嘛，小缺要吐槽一下，为什么就不能把黄色的八爪角给修改一下呢？皮肤的整体造型还是相当的好看的，红白搭配，背后的一个挂卷挂着几个红包的一个设定，感觉黄衣之主是要发红包了吗？另外呢，这款皮肤将会在1月18日，也就是黄衣之主生日当天上线。接着，本次春节活动一共有4部分，所以小球猜测可能会有4款免费的新年皮肤上线哦，到时候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